七年过足，只不觉现在不要他多的名字招人。媒体近日接连爆料，以大众集团为首的三家德国车企曾资助让人头吸入汽车尾气的试验引发广泛批评。据报称，2014年位于美国的洛夫莱斯呼吸研究所进行了一项实验，这项实验的内容是将十只猴子关在封闭的空间里，然后让他们吸入大众甲壳虫柴油车所排放的尾气，以证明德国柴油车的环保技术已经让排放的尾气几乎对健康没有损害。据悉，这种实验每次都要持续4个小时，为了保证猴子在吸入尾气时保持镇静，实验室员工会用电视播放卡通片来吸引猴子的注意力。这一消息披露后，招致了德国国内对于大众汽车的强烈批评。德国交通部长施密特表示，他对于德国汽车生产商利用动物或人测试汽车尾气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政府方面绝不接受这种行为。大众就此事书面致歉，表示当年使用的方法是错误的，这是当时某个人的错误判断导致的决定，我们深知当时选择了一种错误的方法，这种方法一开始就不该出现。